中新网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小新现在呀，位于宁夏贺兰山山脚下的曼浦小镇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尼日利亚的留学生江飞。Hello，中新网的网友们，你好。现在呀，就让我们一起去小镇里头体验新春的气氛吧。江飞呀，在这么多的角色里，你喜欢哪一个呀？我是最喜欢这样。这位呀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有桃心如刺耳，还有很多镜子，我最喜欢的。金元宝是吗？对，这是财神的角色。其实，在中国呀，财神象征着财富和好运。哇，你干的，恭喜发财啊！我也想体验一下。你也想体验一下？那我们快去吧。可以。哎，江飞，我看你拿的是猪八戒。对。我这拿了个美女。其实，在我们四大名著当中，《西游记》有个典故，猪八戒背媳妇儿。收摊。体验完非遗手工呀，天都黑了。那让我们快开启一场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吧。OK，Let's go。你觉得今年的春节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我觉得今年的春节是龙年啊，龙在中国比较特别，对，所以比往年。比较热闹多了。我骑过摩托车，但是我没有看像这样的。我觉得他们骑得非常机械，非常好。DJ Let's Go， 我是双截棍。这样跟我印象中的中国人不一样，真的好嗨呀！邀请全世界的人来中国过大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